用藤黄加花青调出汁绿，竹竿要注意两端顿笔，中间的运笔速度稍快。在画小竹枝的时候呢，又要比主干稍微细一点，竹枝呢也是越发越细。竹节呢画一个小的弧度，两端呢也是稍微粗一点，中间稍微细一点点，汁绿加一点点淡墨。我们来画竹叶，竹叶的话呢时按虚起，一笔带过。像这种仰叶的话呢，可以左边一笔右边一笔，如果是在一组一组的组合当中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成人字、成个字、成介字等等都可以。如果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，可以点赞收藏起来，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，一起画一画。